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洛杉矶今天在缺少超级榜眼球哥波尔 Lonzo Ball 的情况下，在客场以114-123败给西部吊车尾的灰熊。而根据资料显示，波尔至今缺席的7场比赛，湖人以0-7坐收，其中还有多达5场比赛惨输对手10分，显示球哥对湖人的重要性。球哥对于湖人的重要性不仅止于战绩上，若从进阶数据来看，当波尔在场上时，湖人无论在篮板、助攻、超截、失误、进攻回合数都优于对手，其中影响力最大的项目又在助攻，当他在场上可让湖人比对手多拿到28次助攻。本季湖人战绩15-28，波尔场均能攻下10.2分、7.1篮板、7.1助攻一助攻的成绩。球哥上场与否左右着湖人队的战绩，每连射